公路继续行驶6.8公里。这条公路限速100，而且没什么车。跑这条公路感觉像在跑高速一样。长城港的天气挺好的，它的天空多蓝。红绿灯处有违法拍照。600米后，有距离相近路口，在第二个路口向右前方往青房高速、防城港方向。下午，我想去图书馆看书。今天外面的天空很蓝，我非常喜欢这种湛蓝的天空，感觉很清澈，很干净。我来到了防城港市图书馆，这里刚刚举办了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。今天我要看的书是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。为了防止自己犯困，我还冲了一瓶咖啡。在图书馆的自习室看书，不知不觉看到了下午的5点多，外面的天空依然湛蓝，它没有那么炎热了。耳机里听着安静的音乐，走在凉爽的街道上，此刻我的步伐感觉无比的轻松。今天的晚饭我吃的是小碗的自选菜，虽然价格有点贵，但味道还是挺不错的。终于到夏天了，超级热今天。You were here before. I couldn't look you in the eye. You look like an angel. 现在我要去找一个有冷气的商场避一下暑，因为在车里实在太热了。不过比去年在广东要好很多，去年在广东在夏天几乎每天都是这种天气，这种气温。现在广西现在是至今为止第一次遇到这种天气，第一次遇到这么高温的天气。进来广西之后一直都是在下雨，要不是阴天，所以气温还是比较凉爽的，起码今年是比较凉爽的。然后过几天的话好像就是台风了，然后又会下雨，然后又会凉爽起来。路上看着好像不是很高，但爬起来还是非常的累。
she's running。 现在下午5点钟了，终于不那么晒了，准备扫一辆电动车沿着海岸线一直往那边骑，刚才就是从那里下面一直爬到上面，还是有点累的。您已在运营区边缘，请注意骑行方向。街道两旁各式各样琳琅满目的招牌，让我有点眼花缭乱。逛了半天，我最终决定尝试一下这家的爆炒生料。它的价格是称重算的，把选好的食材处理好，然后放在一起炒成那么一盘菜，看着就非常有食欲。